曲社开业第五天的评书专场上，原定的七段节目愣是演了11段，一直演到半夜。郭德纲更是放话，我不说完一个都不能走，然后给大家说了一段三更半夜。这个节目时长1个小时，当然并没有提词器。为什么要说提词器？因为郭德纲因为参加节目看提词器被质疑。如今的德云社真是扬眉吐气，尤其是班主郭德纲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曾经的我你爱理不理，如今的我让你高攀不起。11月4号晚上，郭德纲亮相中央电视台第6套节目，出席参加了非遗换新夜节目，真可谓是风光无限。美中不足的是，郭德纲出场时间还不到3分钟，并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表演个节目什么的。郭德纲出场时间短，虽然在预料之外，但是也在情理之中。当晚来的明星很多，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没有多少时间了，郭德纲的出场时间已经不少了。况且以郭德纲如今的身价，不太可能在这种拼盘性质的综艺上单独表演节目。在郭德纲出场的几分钟里，细心的观众发现郭德纲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频繁地抬头看提词器。郭德纲看提词器的痕迹很明显，几乎是抬头看一句说一句，眼睛不断往左上方看。这件事儿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。郭德纲一向以业务能力强闻名，一共才2-3分钟的台词，郭德纲难道背不下来吗？所以有人就说了，郭德纲也太不敬业了，参加央视的综艺节目连台词都不背，这是膨胀了。其实这还真冤枉了郭德纲老师了，因为别说有台词了，以郭德纲的文化储备，就算是没有台词，郭德纲照样能自己说上1个小时。节目组之所以给郭德纲准备台词，不是因为他不能说，恰恰相反，是郭德纲太能说了。如果央视不给郭德纲限定一下台词，郭德纲在台上恐怕能自己滔滔不绝说个没完，这节目还搞不搞了？还记得郭德纲首登央视的采访，台下的观众帮着郭德纲举着牌子，过长时间这一段必须说完，如果说不完，其他节目就会受到影响。并不是说明对节目的不重视，而是太重视了，怕自己多说话影响到其他节目。所以郭德纲在台上是很难受的，想要自己发挥，人家不让，只能按照人家的台词来说，没办法，就经常看看提词器，免得自己按耐不住想要自由发挥的心。老郭在台上说评书和单口相声，一说几个小时都不用提词器，2分多钟的节目就更不需要看提词器了。德云社能登上央视，也代表了官方对郭德纲的认可，郭德纲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是开花结果了。